静下心入心脏。开始时呢是很难，因为他们不听我们的指示，不像小学生一样，但开始很辛苦，但是慢慢慢慢的呢，他们也跟我们打成一片。学生的进步让陈玉华深感欣慰，担心自己一个人教不好，他还邀了同样退休的三位老师一起学一起教。无量易经的因缘让大家回到校园再度发挥良能。在吉华独立中学，种子老师张素贵则是以身作则参与演绎，遇到自己也不熟，放下身段请教学生。我认为说你要做教，你要做每一样东西呢，如果你自己不参与，只是在旁边一直叫人家做，我不觉得学生是不会服你的。佛典启发善心，把握当下，就让我更加会去珍惜每一刻。因为我住宿舍嘛，然后我就比较少时间去跟我父母相处，所以我就会珍惜我星期五星期六回家时间去跟我父母相处。一切法领土众生的102位学生入金藏，从完全陌生到全心投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黄立根、陈春山、许维莹，马来西亚报道。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清晨北部地区，气温还是偏凉，低温